怎样让我喜欢的男生主动追求我们学长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测试，一个非常有钱的男人装成穷人跟女孩子谈恋爱，当女孩子发现被骗的时候，会一脸诚恳地说，我爱的是他的人，又不是他的钱，他有没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。但是一个非常穷的男人装成有钱人跟女孩子谈恋爱，当女孩子发现被骗的时候，会一脸嫌弃地说，不诚实的人不能爱，他觉得我是贪财的人，从一开始就是人品有问题。同样都是骗，怎么骗却不一样啊？老话说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一个天天吃惯了窝头咸菜的人，你偶尔给他吃一口鸡鸭鱼肉，他会兴奋得不得了。要是能天天这么大鱼大肉，那简直是太幸福了。可是反过来啊，如果一个天天吃惯了鸡鸭鱼肉的人，你突然给他吃窝头咸菜，偶尔一次还能算是尝个鲜，天天这样吃，他估计得疯。一个天天挤公交挤地铁的人，偶尔打一次车，他会整个人都放松很多。要是天天打车的人突然挤公交挤地铁，他还能不能有这么好的耐心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所以说啊，人往往不怕麻烦，但是怕享了福又重归于麻烦。就如开头学长举的例子，一个非常有钱的男人装穷人，往往能收获爱情，一个非常穷的男人装有钱人，就要被骂骗子了。这种情况原因很简单，期待不一样。期待是什么？每个人身边都会发生很多事情，而我们往往会对这些事情赋予最主观的定义。最常见的就是小学生作文里的段落，今天考试考砸了，走在街上，鸟儿都在嘲讽我，扶完老奶奶以后，回家的路上，鸟儿都在表扬我，我心里高兴极了。其实说的那么好听，无非就是回家路上有一窝鸟儿，这个鸟儿一叫，孩子就开始脑补了，我要做好事你就在夸我，我要是做坏事你就是批评我，我要是开心你就是逗我玩，我要是不开心就连你都在气我。